Hey, 大家好，我是 Kelly， 我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，我住在 Sarasota 这个美丽的海边城市，这里的 Siesta Beach 是多年被评级为美国最好白沙滩城。 Sarasota 有美国十分学校，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来此定居生活工作。 Sarasota 都是著名的美国最好的退休城市。2021和2022全美国统计数据，佛罗里达州是迁入人口最多的州，高性价比房地产投资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州投资者。今天是周六，农贸市场的停车场又全都满喽。那个地方有一个，刚才没看见，我停在了那儿，好远的地方。农贸市场又满了车位，周六大家都出来，天气非常的热呀，天气非常的热，大家周六都出来买东西了。1.29块啊，红色的橘子我吃过，挺好吃的，2.99块这个橘子。水萝卜9.99，1.99块。小黄瓜1.79块。葡萄2.99块。观看，希望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、评论。下次再见。